Keeping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广东，学生，有请。女嘉宾小陈，25岁，来自广东，学生，有请小陈，有请。欢迎两位啊！谈恋爱谈多久了？半年了。都在读书，是应该要毕业了还是读研啊？在读书，大四，准备毕业了。为什么来啊？他的异性朋友特别多。异性朋友多啊？对啊，然后他们的感觉也没保持那个距离。就之前嘛，就跟他在一起一个半月左右，我就发现他就主动约男孩子去喝奶茶。要解释吗？这个我肯定要解释 啊，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呢，他们都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如果有发生些什么的话早就发生了，而且并不会代表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他就是误解我意思了。是不是约了异性朋友去喝奶茶嘛？是有这么一回事。然后是约了是去聊事儿啊，还是？就是我那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嘛，然后他比较忙又没有陪我，我就找我朋友去聊聊天啊，喝奶茶啥的，那并也不代表有什么吧。啊，好 ，OK， 好，还有别的吗？就是当时他就那个喝奶茶的问题嘛，就是我让他不要去了，但是他还是要去，然后去的话时间也不短，然后去了一个下午4-5个小时嘛，这样我感觉到他很不尊重我。除了这个喝奶茶的问题，就又过了大概4-5天吧，他又晚上主动约另一个男生去吃宵夜，回到家都1点多了，这点我就非常的不高兴了。那我也跟你报备啊，是吧？你不觉得你已经过分的干涉我的交友圈吗？我已经让你不要过去了吗？但是我有我的观念啊，你大半夜我跟他只是朋友关系，但是你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每个人的三观都是不一样的。你这不是给别人机会吗？这不是给别人的机会，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早就发生什么了，并不是现在才发生什么，不代表以后没发生什么。以前都没有发生什么，现在怎么会发生什么呢？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到晚上了跟别人去吃宵夜喝酒，万一你喝多了。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就是当时他也跟我说想吃宵夜。那你为啥不陪他去啊？因为我家离他还是有点远的，当时也没空，大晚上临时这样说嘛。那男朋友不高兴你去了就忍忍呗，别去了，自己在家里叫个外卖呗。那时候我都说了我心情有点不好嘛，然后他又没有陪我，他工作也忙，然后的话我找朋友聊个天怎么了、哎、难道有男朋友了这不能有异性朋友吗？不是，你那天晚上可以跟他通电话聊聊心里怎么不愉快了吗？也并没有，晚上也没有不聊天吧，但是有时候我想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很忙，有没有时间陪我、哦、所以你给到的就是在我寂寞和需要倾吐对象的时候你不能给我，我才去找我那些朋友。他这个人就是有点多疑嘛，因为他前女友是个很乖巧的，但是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很独立有个人的想法的，我觉得有男朋友了并不代表我不能有异性朋友，对吧？但是他呢，他这个人就觉得我不应该跟男性朋友出去，就应该跟他在一起。你说你想吃个饭啊，白天跟他出去还好，你大半夜了就孤男寡女、哎、我问一句啊，就是他们除了约着喝奶茶约着去吃宵夜还有什么你发现的所谓你认为不正常的？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男闺蜜，之前我就不小心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嘛、哦、我感觉非常亲密，当时我还保留了那个图片出来。不是，你先等一下、哦、我们能看吗？看，可以看是吧？反正又没什么，看吧。在吗？在吗？是谁啊？是我说的啊、哦、觉得特别过分了这样啊、哦、就还干涉到我们的感情，一个正常的是你男朋友谁受得了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段话的话是我跟他吵架之后，然后的话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这没什么好吵的，就是他其实也可以跟女闺蜜这样，对吧？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这个、女闺蜜说那你跟我过好了，她说讨厌，谁跟你过呀？可以吗？不是，不是，你会怎么想？ 我只是把你这个情境还原到她的身上了，我没有篡改你的词。我觉得如果她真的有女闺蜜的话
如果他的心是在我这里的，并不是有什么暧昧的关系的，那 OK 啊，我没问题啊。你算这样了，你还不够暧昧吗？不要这样讲。还有的话，你跟你前女友没有联系吗？还有你跟他，我之前也是一个简单的问候。那简单的问候呢，我也有截图的，我不小心我看到了他的手机。我同样要问你，我们能看吗？这个没问题，简单的问候也没什么的。来来来，那我们就看啊。在吗？最近还好吗？和你分开就不太好了，挺想你的。前女友说啊，不过我们都错过了，以后可不能那么想我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少熬夜。我知道你有女朋友，记得你的身体，知道不要想太多。以前都是我照顾你，对不起啊，都是我。你看，你看，我看了都生气，你不生气吗？叫他不要熬夜。我肯定不生气。我当然知道你不生气，但是我就很生气啊。我就看到她跟她男闺蜜就聊天，然后我就。后面就冷战了一段时间嘛，那段时间的话我就跟了前女友，就简单的就是你们俩都是耐不住寂寞的人呐。不是，你看他说的话跟我说的话很明显的区别，好也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照顾前女友，那你怎么不照顾我呢？我是你女朋友好不好？我身体也不好啊。我没照顾你吗？你在我身边的时候，你有照顾我吗？那你平时你做什么也没在我的角度里面去理解。但是你呢，跟你前女友联系，我却没有跟我前男友联系。我起码不会跟异性朋友出去吧。但是你跟你前女友联系，这很不对啊。就一个简单的问候。你们分手了，为什么还有来往呢？是给彼此的机会吗？咱接着往下聊，闺蜜和前女友的事儿，咱就翻篇好不好？之前的话，我就跟她发朋友圈嘛，然后我又发现了她屏蔽了七八个男生，她的男闺蜜也在里面。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不敢让别人知道。那七八个男生里面还有两个是追求他的，为什么要屏蔽那些追求你的男生？都说了，我跟他们只有合作上的关系。我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来我们学校招聘，然后的话，我因为那时候的话，他招聘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吗？我跟他们有一个商务上的合作嘛。那时候的话，我要帮他们的忙嘛。那时候那个男的跟我表白了，但是我拒绝了，后来我就没有搭理过他了。这个其实不用跟我解释嘛，就是男生是在让女生在女生的朋友圈里面宣示主权，是这意思吧？结果通过宣示主权这件事儿，你发现他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对，而且他还屏蔽了一些男性朋友，是这意思吗？对，最气的就是有两个喜欢他的嘛，他也屏蔽了。然后这个你咋都知道？他们喜欢他，追过他，你咋都知道的？看过他手机嘛？你看他就是那么不信任的我，老是翻看我手机。我最讨厌别人不经过我同意就看我手机了。你不是也看他的了吗？我没有他多啊。你们俩不是互截了吗？你们俩还真像啊。除了这个，我更让我生气的就是他跟他前女友的事情。我怎么又翻到前女友了？那你说吧。你先听我说完。然后前一段时间我跟他上淘宝上面。然后我不小心翻开里面的那个购买的情况，看到了他给他前女友买的都是很多大牌的那个化妆品，其中还有一个钢琴，因为他的前女友是学那个音乐的嘛。那时候我就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给我买的是那个9.9块的拖鞋，你觉得我心里能够平衡吗？他这么对他前女友，对我又是这样，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是觉得态度的问题。就我跟他在一起了之后嘛，就发现他异性朋友特别多，而且还走得那么近，我感觉嘛，也没什么想送礼物给他的欲望。你能不能不要解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双标吗？不够爱就是不够爱，你明明就是喜欢你自己前女友了。这么一对比起来的话，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廉价，你知道吗？是，当你对比的时候，一定是廉价的。因为一旦把爱情拿来对比，不管是100万对1000万，还是10000对9.9块的包邮，只要一对比就已经廉价了。本来就是啊。是廉价了，是廉价了，咱们就廉价了，咱就翻篇呗，不说前女友了，行不行？就除了这次，还有之前他让我用我的头像来把他的照片放上去嘛，然后我让他也放我的上去，他就不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被偏爱的感觉。既然你选择了我，那你为什么不能把爱多一点给我呢？我想跟你前女友与众不同，不行吗？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借口。偏爱为什么就要放在这上面呢？偏爱就是要在生活上的小细节，而且你并没有做到。那你为什么就不敢公开我呢？
我都说了，我想要被偏爱的感觉，然后我想要看一下你的态度。每次我让他换来换去的，我上去他就这样说。所以女生觉得你不放就是不偏爱，是这意思吗？是因为不够重视啊，不重视。你们谈了多久了？我们谈了半年多了吧。半年你们都掐成这样，你们赶紧分开得了，你们干嘛呀？因为有时候我感觉相处的时候也比较甜蜜的。哎，这个男生怎么样？咱们把这些这个乱七八糟的外力都往出刨，他这个人怎么样？他就是挺耿直的，然后对我很体贴，嗯，很上心。有一次我跟他吃饭，对吧？那个动作真的是打动我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逛街走了，真的很累。那时候他就主动的背我，然后的话。还帮我揉脚，觉得他有些地方还是蛮好的。行，这是他性格好的一面。还有他人品，人品对我来说三观上面有一定的共同点。哦，你女朋友哪吸引你啊？现在这女朋友？那他一起的时候，感觉他的性格比较直的那种，性格直比较天真嘛，平时也挺体贴的。那性格当中不好的那一面是什么呢？刚开始我们认识了两个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玩一个游戏嘛，如果谁输了，然后就答应对方一个问题，然后我输了，他就跟我说敢不敢去领证啊，然后我就一口拒绝了，我说不行，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他就有点生气了吧。女生觉得男孩子做事可能没那么沉稳是吧？对，那你觉得你自己不是吗？就我当时本来也是一个开玩笑的心态跟他说的，然后他就一听到就马上就拒绝了，然后就不是很开心。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挺失望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一次我们冷战，然后我跟我男闺蜜聊天，也就看到了我们的聊天记录，然后我就想过去跟他解释一下，但是他并没有给我解释，然后就一手就把我推开了，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墙上面。那时候他并没有过来，马上过来安慰我。那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失望透顶了。当时我为什么生气呢？他就跟那个男闺蜜又聊得特别暧昧，正常人都会生气吧，我感觉。然后也是不小心甩了一下手，就推到他了。你是在不小心吗？我感觉你这是一个潜意识里面的。就当时的确很气愤啊。所以说你真的是过分的干涉我的交友圈了，难道有了你就不能有其他的异性朋友了吗？我不是在乎你，我懒得理你了。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其实听下来就是听着很乱，简单的梳理一下就会发现，经过半年的相处，两人觉得在有些地方还挺合拍，对吧？但是在一些所谓涉及到个人底线的时候，都觉得个人的底线被别人冲击了，对吧？女生觉得个人底线被冲击的是男生限制了他的交友，对吧？对。而针对这一点，对于男生来说，你完全没有把我摆在男朋友的位置上，对吧？对。所以就出现了下面的支开的矛盾。在这个支开的矛盾当中，女生又有第二点的不满，就是为什么你对前女友那么好，对我没那么好？于是冲突就变得特别大了。这段情感应该怎么办？